五单元，购物。第一课，在超市。老师,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? What do you want to buy? I want to buy some snacks. Chips, chocolate, biscuits, drinks, and things like that. Oh, okay. Then you can go to the supermarket next to the school. Oh, I also want to buy some daily necessities. In that case, you should go to the convenience store in the school grounds.太好了，这么多薯片儿，番茄味儿的，烧烤味儿的，原味儿的，又来一袋儿。请问，橙汁有冰的吗？有，在那。要袋子吗？要个大的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这么多薯片，番茄味的，烧烤味的，原味的，各来一袋。请问，橙汁有冰的吗？有，在那儿。要袋子吗？要个大的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这么多薯片儿，番茄味儿的，烧烤味儿的，原味儿的，又来一袋儿。请问，橙汁有冰的吗？有，在那。要袋子吗？要个大的，谢谢。Now, please follow me to learn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today. 太了，太了。太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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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used to express exclamation.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means great. When you would like to show your agreement, you can say 太好了这么这么多多薯片儿薯片儿
这么多薯片儿，这么多薯片儿。番茄，番茄。味儿，味儿。番茄味儿，番茄味儿。番茄味儿的，番茄味儿的。烧烤，烧烤。烧烤味儿的，烧烤味儿的。圆，圆。原味儿的，原味儿的。个，个。来，来。带，带。各来一袋，各来一袋。各来一袋 here means buy one bag of each flavor。请问，请问，橙汁，橙汁，冰，冰，请问橙汁有冰的吗？请问橙汁有冰的吗？在，在。那儿，那儿。在那儿，在那儿。要，要。袋子，袋子。要袋子吗？要袋子吗？个，个。大，大。大的，大的，要个大的，要个大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这么多薯片儿，番茄味儿的，烧烤味儿的，原味儿的，各来一袋儿。请问，橙汁有冰的吗？有，在那。要袋子吗？要个大的，谢谢。在中国购物的去处。在中国，买服装鞋帽最好去大商场，买日常生活用品一般去超市。除了大超市以外，社区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。买蔬菜水果可以去自由市场，那儿的东西比较新鲜，还可以讨价还价。购买旅游纪念品
在景点的摊位就可以。不过在那里讨价还价是件麻烦事儿。现在网购越来越普遍，上边说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网购，网店的信誉也越来越好，可以放心购买。购物袋的使用。在中国超市结账时，收银员常常问，需要袋子吗？别奇怪，因为超市的购物袋是收费的，分大中小号，价钱不等。购物袋收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购物者养成环保意识，自带可循环使用的购物袋。